你刚刚动作有没有记得吗？你那你记得什么动作吗？你有没有记得有什么动作？我们往右边走的时候举手的时候要说什么？对，嘿，不要说，你不要回答说我爱你，我会吓到。好，那你们就跟着姐姐们一起跳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帮我放一下音乐。
先跟着我走。下面有爸爸妈妈，可以帮小朋友录影。无论你甲我，全世界拢知影。